李贺，啊，刚刚是你第一次做化学实验吗？对啊，以前连实验室门都没进过。我看你的实验步骤和实验原理都不对，这样吧，你加一下我 QQ， 有不会的可以问我，35122722。啊？等等等等等一会儿，35122722，这什么呢？什么？35124。什么五？打什么岔呀？没看见我在记号码吗？ 35122722，你怎么知道原子 Q 号？我刚刚聊的时候我都记下来了。来，再说一遍。嗯，三五幺。叫爸爸。叫声爸爸就告诉你。爸爸，林川，你是不是飘了啊？来，给我站住。 哥哥实在是太帅，这角度他怎么能这么帅？还好吧，也没有你说那么帅。袁总，你不懂。我？谁呀？还能有谁啊？连名字都不写。李贺。袁总，你把 QQ 号给李贺了？嗯。袁总。 我没听错吧？你把 QQ 号给李贺了？怎么了吗？袁总，你变了，你真的变了。我给的 QQ 号是因为化学课的事儿，他什么都不会，到处出问题怎么办？狡辩，接着狡辩。哎呀，一同学，但凡用十分之一的心在学习上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。走了。你真的变了。 刚加了 QQ， 为了表示我的礼貌，先打个招呼。班长好，拜托你个事儿呗。凭什么我给他发信息？在吗？ 没事儿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吃饭。这才是大事儿。希望这本书可以对你有所帮助。收到，谢谢班长。不懂的我再问你。